在前往这个斯普利特的饭店。那这个路线呢，一样，早上我们从那个 Stone 那边，那有开这些山路，那比较小条的路，也一样，我们会顺着这条路呢再开回去。那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我们会停这个休息站，让大家上个厕所，应该会停在那个尼姆那一站。会经过 Stone 嘿。那司机去拿一下那个信用卡，稍等一下。